整容也需要信任和负责。以专家医疗队的经验和专有技术为本，进一步提高了整容水平。在全球性成型外科，你的想象会变成现实。想更加美丽的世界女人的梦想，而且实现梦想的地方，建立一个美丽水准的医院，美容整容专门医院，全球性成型外科，必不可少的医生的超群美感和专有技术的整容手术，只有依托最高医疗队才会得到最高的满足。其中心有一位对韩国整容界做了很大贡献的 Choi Gu 院长，20年以来积累的对整容的经验和专有技术。Choi Gu 院长是自己与别人都承认的美容整容再手术的专家。수술한표가안나는자연스러움환자가저희를믿고맡길수있는성형병원으로서환자와신뢰관계를제일중요시생각하고自然和真切的眼睛，我们为你们造就美丽的身材。通过大学医院和整容外科科长，正在历任韩国整容外科医师会会长的조성필院长。조성필院长全部负责鼻子手术和脸面线条手术，特色化的医疗服务，全球性整容外科进一步提高了对整容的信任和专门性。20년동안성형수술을해오면서뭐속된말로산전수전다겪어봤다고할수있겠죠그래서그만큼의경험노하우를가지고있고요自然和美丽的鼻子整容，用童颜整容来还给你们年轻的脸庞。全球性整容外科医疗队怀着最高的自豪感，其名声将要成为一个世界的标准。对全球性整容外科来说，患者的满意胜过一切。具备最新医疗装备的手术室负责患者的安全。幽静的小咨询室与另外置办的治疗室，像家一样舒适的病房和为顾客准备的休息空间。而且从手术到恢复，全球性整容外科提供负责任的管理服务。全球性整容外科通过面对面专门负责的管理服务，帮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手术后产生的青块和浮肿，我们运营激光治疗室。而且我们还附属运营着为了皮肤管理的审美管理室。全球性整容外科一如既往地像对待家人一样，对患者们常常尽最大的努力，而且为国外患者还准备着高品格的服务，从机场到医院提供特级私车服务。我们医院还随时提供汉语咨询人员，耐心热情地为您提供服务。觉得邵院长的技术是韩国最好的，而且韩国是世界上那个整容的方面的技术最好的一个国家。我到了韩国以后，我好像回到我的家里一样。最近我们医院还开办了汉语网页，在国外的中国患者也可以在网页上得到医院的信息，而且可以进行网上咨询。수술이잘못된사실조차모르고그대로그성형잘못된그걸얼굴을가지고참고견디는그런중국교국민들을봤을때저희가가서해결하든가중국환자들이와서저희병원을토대로여기서참만족을갖고돌아가시는그런분들이많은것이저희병원의보람입니다全球性整容外科医疗队不满足于现在，通过不断的医疗研讨会研究中国的整容流行趋势。出演于中华美容节目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和专有技术，
全球性整容外科将要成为一个让中国患者信任而且临门的专门医院。值得信任的整容，更高层次的整容，全球性整容外科将要站在世界美的中心。请在全球性整容外科找到您的美丽。